十九几个芝麻人，唔系又走去碰瓷系嘛？选手一起步嗰阵，应声弹出嘅系一位黑衫嘅阿伯，突然间红衫嘅呢位阿姐抢钱成功。你我在楼下买路钱又相见，你打拨佢都唔走，碰开瓷嘅特别唔同噶嘛？你打九啊几人，依架车一定好富贵，全家富贵，求其揾只芝麻嚟倾下偈，睇下呢啲全家食产有几咁巴闭。唔好意思，口误，系睇下个产有几咁巴闭啫。呢度产都系铁路。哪有吸铁石？我搁这里头了，搁这里头，搁这里头夹着了。这些垃圾加餐紧人，一定搵好多钱啦、啊。应该知啦。GDP 好快超越香港。这在路，这货量上少人呢，因为大部分都在这儿啊。不是咱这儿郑州都有，根据农村那个啥值，现在这儿不允许啥值。都换点小一毛的小白件，一天能捡几十块钱？哎，我捡我梦里说捡个三块两块。咁 sell 嗰啲就应该唔系马骝废柴嗰啲人嚟嘅，由五毛钱变到一毛钱，咁啊真系唔系几开心嘅，明噶啦。中意睇芝麻人又会带俾你哋欢乐嘅，咁啊记得订阅 share 啦。食嘢先，唔同大家讲住啦，系咁。